富邦悍将的部分呢，是目前呢是取得一个桃园队是取得4-1的领先。在这个半局，桃园队的首名打者是颜宏军。是担任桃园队的第9棒，在偏高的角度进垒，结果这一球又观念的话，其实队是很好去运作的，所以说投手也特别提防，提前落地，还没有，这一球。这一球出手在中间方向遭到了接杀，往一垒传，看看来不来得及回去呢？结果抓到了，哇，这是一个双杀手背，8-3啊！有救到。通常很多投啊，控球控啊，但是他们往往都忽略到一个投手。这一球在投手的正面高弹跳，由游击手来处理，传往一垒。啊，这一球在中线附近移动也是很快啊。是这个是你的工作是一定要做这样子。这一球在左半边传了出去，不过滚动的距离并没有太远，所以原本在得点圈的跑者没有能够回来，但是这一球在趁传之间再回来得分是来得及的，再往二垒传。哇，那是我刚刚才夸他而已，他的主杀真的是不错，他又越谨慎。往二垒传，哦，啊，杨红军。